镇爵寺内遭日军集体枪杀。汪有仲，39岁。身上更有一份责任，去把这段历史讲述给更多的人去听。其实我外婆也一直在说，就是她希望就是日本人能承认这段历史。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去知道这段历史，其实对于推动让他们去承认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有意义的。老爷子临终之前，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嘱托，一定要把历史记忆传承下去。现在我们最欣慰的就是，很多年轻人参与了这个历史记忆的传承当中，这样呢，就能更广泛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。朗读他们的名单也好，在描心墙上描心也好，或者说做志愿讲解也好，我希望能够用我的力量帮助把这段历史继续的传承下去，让更多人的知道。